清朝末年，在那个时代，如果你拥有一颗救国救民的大志，就好像是怀抱着一个深刻的绝望。满清政府官僚腐败，社会动荡，战祸连年，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落后的代名词，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。光绪26年，西元1900年，这一年所造成的灾祸几乎使中国陷于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。就在这一年，义和团起来了，就在这一年，八国联军进入北京，就在这一年，攻击之事洋人疑惑，占我土地，欺我黎民，二毛子背族妄宗，尤其可恨，经济神力逐渐出落，为国富民望圣发圣心，光我大秦，再见二毛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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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光我大秦。哥哥，你做什么？素心，小心一点。哥哥，你要到哪儿去啊？我想回京城一趟，打听老爹下落。不行哎，万一给贺世龙发现了怎么办？难道我一辈子躲在山东，对老爹的事情就撒手不管吗？放心，我要让贺世龙抓住了，大不了翘辫子嘛。我的嘴巴硬，不会把你跟程勋的行踪供出来。咱们的爹生死未卜，又要回去送死，我跟程勋怎么能眼巴巴看着你这么做呢？你要替程勋死去的爹想想，小儿子宋进宫当了太监，程勋和你肚子里面的小孩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童家不就断了根了吗？都是我不好，如果我当初乖乖地嫁给了贺世龙，也许你们每个人都会好过一点，咱们爹也可以安享晚年，你也不必回京去送死了。都怪老天爷不长眼睛，让贺世龙那个混蛋活在世上。我一想起爹，我心里面就好难过，他老人家把我们救出来，自己却留在京城，到现在生死未卜。如果我再眼睁睁的看着他唯一的儿子回京城送死，我还算是人吗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哥哥不走就是了嘛。
帮哥哥把包袱拿回房里去吧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别哭坏了童家孙子。嫁出去的闺女是泼出去的水，爹的事情你不要管了。你和程心经过这么多波折还能成婚，是前生注定的。你还是留在程心身边吧，免得将来又麻烦那没长眼睛的老天爷替你们解困。哥哥，放我出来啊！哥哥，放我出来嘛！我身上有银子，你不用担心了。钥匙就挂在这儿。回来告诉程勋好了。哥哥，你不要走啊！哥哥，哥哥！全部都杀光了，走。童老师，罗神父，愿天府支付给你。昨天还有九个学生来上课，今天却一个都没来。义和拳越闹越凶，也难怪学生害怕。看样子这个学堂还真的办不下去了。就像有学生来上课也办不下去了。我刚刚收到教会的公函，他们要我马上撤出山东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义和拳把我们教堂围起来了。你们快跟我来。这是教会给我用来自卫的，你拿去。我到前面跟他们讲道理，你带小楼从马房那边快走。哎，罗神父，这些人不会跟你讲道理的，你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我没做过亏心事，我不怕他们。神父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对，我们走，快走这边。我知道，这座教堂有条地道通进马厩那边。嗯，走，是，走，走。哎，看这边。哎，锁住了，放火烧。快走。
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姓董的，你今晚开枪吧，老子是刀枪不入的。张小宝，是你？废话少讲，开枪啊！小宝，你放他们走，我任由你们处置。小宝，放开他！开枪啊！我身上配有大师兄画的符咒，你根本不能伤我。来吧！开枪！开枪！怕什么？开啊！你们这些糊涂虫，糊涂透了！呸！抓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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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他！我们就把他救出这把。好你个废族妄族的二毛子，念杨叔，帮大毛子奴才，把咱们中华儿女的脸都给丢光了！丢光脸的是你们这帮混账东西！你们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，草菅人命，妖言惑众，坏事做尽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被他利用了。你们以为杀光国内的洋人就会有好日子过吗？你们这样滥杀无辜，只会把国家民族推上绝路的。呸！小宝，把他身上给割下来。是。张小宝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龟蛋，当日你给你主人欺负，打个半死。要不是童老师替你奔走，请求罗神父替你赎身，你早变了无头鬼了。神父，快走！别跑！冲出去，叫他们，叫他们赶快逃命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罗神父，罗神父，罗神父，罗神父！张勋，素心。
素心，陈勋，素心，陈勋，素心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好了，别哭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不要怕，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屯子里的人都死光了。素心，真有种，这些二毛子该有此报。福太，二毛子虽然死有余辜，可是洋鬼子也翘了辫子，恐怕他们李氏不会轻易罢休。管他娘的，谁敢出来作证，老夫就要他的命。无凭无据，鬼子又能怎么办？万一他们心里不服气，向朝廷告状子呢？哼，义和拳有山佛相助，忠勇可恥，深可治鬼。你干嘛怕那些鬼子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申冤！大人，申冤！混账！你有什么冤情，自到所立县府申诉，滥竽告状，于法不合，于理不通，都给老夫退下！富台大人有所不知，小民也曾向知县老人鸣冤，可恨他包庇凶徒，不予受理，还警告小民不要多管闲事。小民实在是有冤无路诉，才敢冒犯富台大人。蓝雨告状，你到底有什么天大的冤情，说出来听听。义和拳焚烧教堂，搜掠屯子，屠杀了穆恩屯18家57口人丁，还有教堂的神父跟小公也同时遇难，拳匪目无法纪，神人共愤，请大人严惩拳匪，以为纲纪，以息民愤。原来你是冲着义和拳来的。义和拳嘛，跟教民教士争执是时常有的，不过他们还不会做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来。小民所说全属实情，请大人明察。道听途说不足为信，什么烧教堂杀人，这大概是以耳传耳罢了。你们回去吧。大人，小民刚才所言并非道听途说，而是小民夫妇亲眼目睹。把这两人赶开起轿。大人，你对这件事不可以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跟知县大人一个鼻孔出气。放肆！拿下石锅，重打三尺。大人，大人，你身受朝廷俸禄，皇上恩典，怎么可以如此糊涂呢？住口！你吃了豹子胆了，竟敢辱骂府台！你包庇权匪，杀害无辜，罪名非同小可。如果你不予理会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我看吃豹子胆的是大人你。你，如果大人不是拳匪的同道人，请大人查明真相，追缉凶徒，以身枉法。把这疯子抓起来！哎，住！哎呦！你怎么样？素娘，凶手，他就是凶手啊！富台大人，他就是那天带人进屯子杀人的凶手。你想造反了？常言道，做贼心虚，
如果他没干坏事，犯不着杀人灭口。大人，你要三思，不要因为他毁了自己的英名。大人，奴才只是借问，这个妇人含血喷人，一时意气，才有失常态，请大人明鉴。你们这一趟也真糊涂，怎么会留下两个活口呢？大人恕罪。大人，要解决这两个二毛子，一点也不难。我可以马上念咒，请天火，把他们夫妇俩给烧死。嗯，这个办法很好，你现在就开坛做法吧。是，大人。不行，要请天火还不容易，不过奴才也怕会有后患。有什么后患？二毛子拦路告状，目击的人很多，要是二毛子突然的死掉，恐怕会惹人嫌事，有损大人名声。奴才另外有一个一石二鸟的方法，不知是否可行。到底什么办法？讲啊！既然那个二毛子要出头，替那个鬼子和其他的二毛子申冤，咱们何妨来一招顺水推舟？顺水推舟？对，顺水推舟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不但可以从容脱身，大人也不必怕鬼子领事找麻烦。身犯何罪，请大人明示。大胆刁民，死到临头还给老夫烂脚生根，跪下！跪下！素娘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们的手法虽然很高明，可是瞒不过老夫的法眼。公子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洋鬼子跟那随从被你们杀了，教堂也被你们放火给烧了。大人不要血口喷人。住口！先是你们夫妻谋财害命，然后为了要保命，把一切罪名顶给义和拳。这个村子本来是一个废墟，什么血流成河，这都是你们夫妻编出来的鬼话。大人分明在陷害我夫妇二人。我们把村子每一寸土地都翻过来，不要说是人，连一条牲口的尸体都没看到。大人，好，你告诉我尸体在哪里。老夫相信你们把整个的县城都翻过来都没有用，因为你们在撒谎。这里尸尸九空，没有一点搜掠的迹象。这分明是事后有人毁尸灭迹。大胆刁民，罪证确凿，还想狡辩，给我用刑。不要打。哎，不是这个，是那个。素娘，君祖，素娘，素娘，素娘，不要打他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打他。素娘，你们要提打成招啊。来证人，姓头呢？我们又见面了，天下哪有王法？你再不招，把他活生生的打死。我招。别打他了。佟继祖、马素良夫妇杀人放火，犯罪当死。待指挥有关领事之后，佟继祖畸行正法。马素良有孕在身，依法于产后一月期满行刑。
求您让我见见我丈夫。他明天就要砍头了，还见来干嘛？大爷，你说什么？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！舒服，来，我替你抓抓。你要死啊你！不是老娘不舒服啊，是里边那个小娘子出事儿了。哎，新同志，来。行了，行行也得等明儿一早，快走休息去了，进去吧。快啊！啊，到了。快啊，长话短说啊。素心。孩子没了。来日方长，不要担心了。这些狗官不过是要吓吓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再管闲事。过些日子就会放我们。等我们离开之后，我带你离开这里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不再管别人的死活。只管我们自己，我要你替我再生个胖儿子。孩子没生下来是他的福分。
你想想看，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活在世上有多可怜。你已经知道我们被判死刑了吧？我想歇一歇，好不好？不要闭上眼，不要闭上眼，不要睡着。我好累，想睡一觉。不要，哎，陪我聊聊天，陪我聊天呢。我们聊天。你记不记得，我们认识多久了？记不得了。你糊涂了，才两年的事情，你怎么忘得一干二净呢？不过好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我们初次相见的情形你一定全忘了。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。真的。怎么回事嘛？小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小桃，你没事吧？赵姐，这么多金银珠宝。小偷，别跑！哼，谁敢碰我？童公子，不要跟小的为难，紧跟咱们回府里去吧。大丈夫说不回去就不回去，除非你们宰了我。童公子，你爹位高权重，又在老佛爷跟前得宠，只要在提督大人面前说一句话，咱们说不定都要翘辫子。回去吧。再逼我就跳河。你不能跳啊！你不要劝我，回去吧。我跳给你看。拉起来，快拉起来！你们放开我，让我跳啊！让我跳啊！你们，哎，让我来。素英啊，你瞧瞧你这个妹子，对你多关心啊！一听到你染了风寒，就连夜来看你。爹他老人家最近可威风呢，内务府厉大人跟他越混越熟了。他还说啊，过些时候要替哥哥跟厉大人千金提亲呢。厉老头的女儿，听说名声不太好，她配不上玉婷。哎，你姨父家不是还有个闺女没嫁吗？你想替玉婷做媒？晚了，有话明儿再说吧。房间都收拾好了没有？回夫人都收拾妥当了。去吧。哦，姐夫姐姐，明天见。明儿见。素心是你派人叫来的？我就知道你最疼爱你这个素心妹子，所以不待你吩咐，我就派了顶轿子把她给接了过来，好让你在病中有个伴儿，陪你消愁解闷呢。是啊，素心啊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又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女孩，
确实是个消愁解闷的好伴儿。你好好的睡一觉，把身体养好了，过两天咱们带素心到西山去赏花去。你歇歇会儿，我去吩咐族长，要他们给你准备个燕窝粥，明天呢吃个清淡一点的。你真是我的好丈夫。那我走了。谁？素心啊，是我。是姐夫啊。这么晚还没睡啊？素心啊，有没有兴致陪大哥哥聊聊天呢？啊，好啊。哎，你不要关门呢。坐。我记得跟你姐姐成亲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小丫头，没想到一转眼就长这么大了，而且啊，越长越漂亮。姐夫，你太夸奖我了。哎，不是光只有我觉得你长得漂亮，你哥哥的同袍每一个都欣赏。姐夫，我不太舒服，你回去吧。素心啊，你饱读诗书，一定听过娥皇女英共侍一夫的故事，你懂我的心思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素心您多大了？大概有18，该找个婆家。你尊重点啊！你再不放手，我就要叫了。好吧，你叫吧。臭贱！大姐！亲妹子，哼，滚！你给我滚！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。小姐，你给我过来，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，好好的管教这个狐狸精，不要让他在外头勾三搭四，败坏了马家的门风。你怎么了？我刚才不过是跟素心闹着玩的，你干嘛小题大做的？你以为我病昏头了？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盯着素心那色眯眯的样子，连瞎子都看出来。幸亏我来早了一步，否则这房子还让你们给弄脏了呢。你们干什么？都给我滚！都给我留下！你给我好好打量这个不知羞耻、勾引小姨子的衣冠禽兽！你，哼！你去哪里？你给我放手！我偏不放！你给我操蛋！滚！王八蛋！你疯了！你啊啊！二公子，你们开个价吧。二公子，这妞长得挺俏的，价钱可能高一点啊。哎，他们有官府的红气，价钱总是吃亏一点。二公子，凭您的脸光，不要说伪造红气，就是要弄一张货真价实的红气，也不难的。好了，打开看看。是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们这些歹徒无法无天，伤天害理，常常民女，你是不是人呐？哎，怎么不骂了？你不是骂人吗？你的声音蛮好听的。在商言商，这种敲货咱们里面多的是，全部都从湖北农村寻正途买回来，不比你们这一个来路不正。其实在京城的衙馆里只有咱们二公子敢买这些拐来的货色，你不卖给我们二公子，你卖给谁呀？这顶银子你拿去吧，要不是嘛，把这个敲货拿走。谢谢二公子。马上替他做一张卖身契，回头送去兵马司盖个官印，希望赶得及连同里边那批敲货转运到扬州去。是。小妞啊，你还真走运呐！从前有个小伙子把我们二公子骂个狗血喷头的，结果我们二公子在他的喉咙撒了一把哑药。人家叫他哑巴，他是我大哥。你们也是给人家拐回来的？我们是山东淄川县的农户，这两年县城里干旱成灾，我们跟爹娘到济南府投靠亲戚，在路上遇到二公子的爪牙，活生生的把我爹娘给打死，我跟我大哥就被押到这里来。他们真该死啊！听说过几天他们要把我卖到扬州的妓院。啊啊，你不要怕，我哥哥是步军左领，我爹也是做官的，还有我姐夫，只要通知我的家人，他们就会来救我，到时候我就可以替你的父母去报仇了。一旦纳入他们手中，关你姐夫是皇帝老子也管不着的。就算你不愿意卖身为奴，也难逃他们手掌心。你以为你有机会通知你的家人吗？总是人们穷人家遭殃。不过事情也有例外的，像你大小姐就是。当婊子是件很丢人的事情。哎，名节对一个女人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，如果不想办法逃出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哎，名节对你来说或许很重要，可是我只要能填饱肚子，不
不要再让他们当货物转来运去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大少爷，老爷吩咐，请您马上梳洗，更换衣冠，随他入宫见驾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请您高抬贵手，别再跟奴才开玩笑了。出去，出去！啊！大少爷，老王爷。畜生，给我抓起来！是，不要碰我，滚开，滚开！我来碰你，把那鬼东西扔掉，扔掉！是鬼东西！国家这么弱，常被人家欺负，就是少这鬼玩意儿。少跟我顶嘴！为什么你能说，我不能说？因为我是你的父亲。哦，父亲就得不讲道理啊？我就是不讲。那你可真了不起！哎，三巴掌，三巴掌啊！对呀，对呀。哎，你都不痛的？我就是让你痛。哦，多打了三巴掌，多打了三巴掌。你这样我就不能打你了啊？还可再来。